以后记得还。行，你这份情我定铭记于心，不敢有忘。看我干嘛？想好怎么还了？好好吃啊！还有这个，这个也特别好吃。晚饭是没吃饱啊？你吃这么多？没有没有，主要是您找的夜宵店太好吃了，我也没忍住的吃了那么多，估计回去我又得胖几斤。没事，你要是怕胖的话，等会儿你吃完饭，我陪你去溜达溜达，消耗消耗。在阳朔的时候，你一直都挺照顾我的，谢谢啊。回去本来是想请你吃个饭，感谢感谢你，不过一直没找机会。这样吧，那这顿我请了。不用，我已经买过单了。不过，其实从阳朔回去之后，我也挺想找机会约你出来喝个咖啡、吃个饭什么的。不过我怕你平时太忙了，就没敢打扰你。不过，我还挺想见你的。那现在不是见着了吗？啊？想喝冰沙吗？我看他有，我去买吧。没事没事。嗨。你们不是感冒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我去买冰沙，你们要喝吗？啊，我要芒果的，谢谢。我们去买吧。哦不，今晚我请客。那我去买了，你们先坐会儿吧。等一下。不是感冒了吗？还喝冰沙？好巧。巧什么？